叮叮咚咚敲出清脆乐音，木头的长、宽、粗、细形成不同音域。挖洞纸箱内的空气受到挤压形成气流，吹飞一公尺外的塑胶杯。对，用力一吹，利用风转动风车，了解风力发电。县府举办教育放一下，科普游艺爱阅读，120个摊位让小朋友闯关，学习简单物理原理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觉得玩刚刚那个空气炮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它可以挤压空气射出东西，然后让物体击倒。是不是学科学变得不会无聊？对，上课只可以听那个怎么发电，可是这边可以自己体验。家长更是趁暑假带着孩子参加，有科学教育意义啊，然后又好玩，有科学的意义在，像这个国小的就很有帮助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每年都可以再办，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来。2、3，鼓励小朋友勇敢追梦，还请来倒立先生黄明正表演平衡杂耍回力镖，这些都是他不断苦练研发的成果。你为了考试分数而做的事情，跟你为了热情而做的事情，结果还有过程，我想会完全的不同。培育科技人才，一连四天的活动以兼顾生活运用的力学原理，结合文化艺术，吸引县内中小学校热情参与，让学生在游戏中爱上科学、阅读、艺文，拓展视野。